用注射的方法代替死刑，这个用枪代替枪决的方法，我觉得确实是一个进步。第一个，他死的比较迅速，就是枪决所有的优点他这个具备，同时他不会有什么差错。枪决一枪打偏了，可能罪犯要受一些痛苦，然后的话可能还要再打一枪。第二个呢，就是说罪犯在死亡的时候没有什么痛苦，这是死刑执行方法的我觉得首先应该考虑的。就是说你要讲刑法人道，就是罪犯死的时候不要有太大的痛苦，有太大痛苦就不人道了。第三个，他特别的干净，因为枪决一枪打了以后，可能被告人就是犯罪分子就肝脑涂地啊，甚至就是肯定是很血腥的这种场面。注射没有这种情况，第四个呢，我觉得它的成本也比较低，因为在枪决的时候的话呢，你必须要布置刑场，要布置警戒，很可能造成人围观，而在注射执行死刑的话，你就放到一个监狱里面，批出两间房子，一间里面放一张床，然后就像放一个病床，把罪犯给他捆到上面，然后打一针，旁边放一个观察室，这个就解决了。所以呢，它是经济的，它是这个人道的，它是干净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死刑执行方法由枪决改为注射啊，这是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死刑的这种死刑刑法的这个发展史，它是一个里程碑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吴玉堂，一九九四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专业博士，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世界大法官死刑。后来以死刑终论文获得学术专著。90年，吴玉堂先生又完成一部著作《所有人死刑及内容的研究》，这篇著作就是研究了法律死刑的内容和学术的核心。死刑要下个定义的话非常简单，就是它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法方法，就它是一种刑法方法，它这种刑法方法呢是剥夺犯罪人的生命这么一种刑法方法，它是整个的刑法方法当中最严厉的一种刑法方法。死刑呢，从直观上来讲，它仅仅剥夺就是罪犯的生命，但实际上呢，它剥夺的不仅仅是生命，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如果被剥夺的话，他所有的权利都没有了，比如说他的财产权呐、他的自由权呐、他的什么婚姻呐、家庭啊，还有什么好多权利都没有了，就是因为生命权是所有权利的载体。死刑这种刑法的特殊性之一是，虽然它的结果是唯一的，但是它的执行方式却是五花八门。之所以说采用注射死刑是一个进步，是因为死刑的执行方式总是和历史现实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从死刑执行方法的发展看的话，它是从古书、从典籍记载来看，它是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一开始在远古时代，根据史书的记载，死刑执行方法是，比如说，是很简单的，但是人们头脑很可能还没有那么复杂，也可能没有出现那种特别
恶劣的犯罪。当年的上海金融会上班中父亲私信他执行方式，他是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残酷。著名的荷马史诗中有这样的片段：希腊英雄阿基里斯由于同主帅发生矛盾，不愿出战，任凭弗洛伊人发起猛烈进攻，致使他最好的朋友死于战场。于是阿基里斯终于披挂上阵，擒获克洛伊主将科普多，将其拖在马车的后面，在朋友的路上绕了好几圈。维克认为，这种加倍复仇的行为是死刑及其执行方式最初的主要动机之一。随着国家的诞生，为了稳固统治，死刑被统治阶级赋予另一种功能。从东西方的死刑发展的历史来看，以及人们对死刑的这个看法来说的话，我觉得大部分都是相同的。因为在以前的话，特别是古代，在近代以前吧，人们总是认为死刑是一个有威慑力的刑法，就最有威慑力的刑法。我们现在讲依法治国，古代就是依刑治国，依刑法治国。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千方百计想把刑法的法网织得严密一点，那么刑法严厉一点，这样就久而久之，这刑治事用轻点，刑滥事用重点，所以就导致了一种重刑主义，导致了一种崇拜刑法的一种思想。崇尚以刑法治国的另一个结果便是，死刑的执行方式日益残酷。史书记载，那个殷纣王有几种刑法，残酷的死刑执行方法，就是他发明的。比如说炮戈，就是把人呢，把柱子烧红，然后让人贴在上面，是吧？然后这个还有一些这个，用动物来处死。进入封建社会后，死刑执行方式的多样性和残酷性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就当时有一种观念，他就追求刑法的严酷，追求刑法的最大的效果，追求罪犯在受刑时候的最大痛苦，同时，他也追求这个罪行的简单的相当性。比如说，这个一个人杀一个人，给他执行了一个死刑，比如说绞刑。如果这个人杀了两个人呢，他就觉得执行绞刑呢，这个人就占了便宜，应该想一个办法，让他死两次，或者让他多受一个痛苦。那有一些最严重的罪犯，可能杀几十人，或者犯下了特别严重的罪行，那么他们就觉得，你仅仅把他斩了也不行。车裂也不行，必须一刀一刀给他割掉，这样才能和他的这种罪行相适应。所以那种简单的追求罪行相适应呢，它就导致了，也是导致死刑执行方法越来越残酷、越来越复杂的一个原因。德国人类史学家马丁·波利斯汀在他的《人类死刑大观》一书中，列举了世界各国曾经出现的死刑执行方式共30多类，而每一类例如火刑又分为几十种不同的方法，其中很多方法对于生活在近近的人们来说是闻所未闻、触目惊心的。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死刑执行方式也许就是所谓凌迟执行。受凌迟执行这个记载比较清楚的，我所知就是明朝的一个宦官叫刘瑾，这个人，关于这个人大概是割了3600多刀。这个说他第一天割了以后他还能吃饭，然后第二天割到什么程度，就是比较详细的记载。凌迟执行不光中国有，国外也有，这种执行方式已经把杀人变成艺术的追求。因此，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凌迟为代表的死刑的残酷性及其死刑本身受到了众多的批判。1764年，意大利的这个著名的刑法学家叫贝卡利亚，他写了一本
叫《论犯罪与刑法》这样一个小册子，是他首次提出的这个死刑是不人道的啊，死刑是没有特殊效果的，死刑是不必要的这么一个几个观点。那么而且论证了死刑的不合理性。死刑进行执行方式受到批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关的亲人无法这个进行。近代以来，关于社会问题主要靠各种方法来和处理公共。刑法在当今社会的地位已经大幅下降，只有在社会的亲人有大量多事出错误时，刑法才成为最合理的道德范本。因此，封建制来说，女性的死刑的外能性受到猛烈批评。在这些批评中，人们以推死之观要求废除死刑。从十八世纪开始，废除死刑和保留死刑这两种观点一直在互相争论，理论基础上向其他的双方争论。保留死刑呢？第一个，死刑是不是一个公正的刑法？保留死刑认为就是说，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对严重的侵犯他人权利的国家、社会和他人权利的罪犯，适用死刑，这是天经地义的。不适用死刑的话，就无法实现社会的正义，无法体现刑法的威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保留死刑认为就死刑是威慑力最大的刑法方法，因为。人都说好死不如赖活，就是说死是最大的一种恐怖，最大的一种痛苦，所以呢保留死刑的话能够使那些想犯罪重罪的那么人呢就是悬崖勒马，所以死刑有比无期徒刑更大的这个威慑力，就是有这种边际的威慑力，这是他的第二个观点，就是死刑有特殊的其他刑法方法不能比拟的威慑力。那么关于死刑是不是人道，反对死刑的认为死刑是不人道的，你把一个人的生命剥夺了还能够说你刑法是人道的吗？所以死刑是不人道的刑法。但保留死刑的正好相反，就认为的话对少数严重的犯罪分子适用死刑，正是对其他人绝大多数人的人道，他保护绝大多数人的这种生命权，这反而是一种人道。所以这个认为这个刑法人道性是死刑是一个符合人道性的刑法。那么关于死刑是不是酷刑的问题呢，反对死刑的认为死刑就是一种酷刑，是一种严酷的，是一种和现代社会已经格格不入的刑法。这种理论争论的结果并没有使全世界都废除死刑，但直接导致了死刑执行方式越来越朝减轻罪犯痛苦的方向发展。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新的发明都被用来减轻罪犯死亡时的痛苦，最著名的就是活跃技术带来的枪支，使得枪决的方式得以出现并渐渐被很多国家采用。因为相对于现在古老的死刑执行方式来说，枪决给犯人造成的痛苦最小，因此在枪决刚开始被使用时，只有一些社会地位较高的罪犯才能享受枪决的待遇。现在枪决是被全世界最普遍采用的方式，大约有70%以上的国家采用枪决或者将枪决作为执行方式。但是枪决的弊端是造成犯人身体的严重破坏，于是以科学的精确计算方式设计出来的短程海角型弹被开始产生，并与枪决长期共存。19世纪，电影最早在美国产生，于是美国也在世界上第一个使用了电击。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使用电击的国家。而电影的发明
代刑并不能使犯人毫无痛苦，因此代刑也不受什么批判和指责。但是实际上，在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化学工业的发展，现在不大量使用了化学武器。受此启发，美国人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毒气室，以探求比例减少痛苦的死亡方式。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使人们重新看待死刑。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了，这个废除死刑的运动就开始了，停止，有的国家又恢复了死刑，像意大利啊，像瑞士啊，然后20年代、30年代，由于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比较深，所以这个废除死刑的运动基本上没有进展。然后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以后，废除死刑的国家减少到几个了。只有少数国家还在废除死刑。In fact, Turing was captured by the Americans. He was charged with war crimes in Nuremberg, where his assured defense demonstrated the abilities which had been created. Neither Goering's plea of not guilty, nor his contempt for the court he faced, could prevent his being condemned to death. But the Reichsmarschall did succeed in escaping the hangman's noose. On the eve of his execution day, Goering committed suicide.中国在和美国啊这两个国家在人权领域有很多的分歧啊，但在死刑问题上，这两个国家我觉得这个观点分歧不是太大，因为我跟美国这个学术界也有一些联系。保留死刑的理由呢，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就在死刑有没有威慑力这一点上来讲，中国和美国看法也是一致的。另外呢，就是中国和美国的老百姓保留死刑的国家，中国是保留死刑的国家，老百姓可以说大部分老百姓都是主张保留死刑的。1995年我搞了一个调查，95%认为应当保留死刑，还有20%几人认为应该扩大死刑的使用。那美国呢，要保留死刑的州，老百姓这个也是这样，就大部分老百姓都是主张保留死刑的。然而，接受死刑的刑诉的代刑是吧？随着国家的进步，直到现在，优秀的死刑的执行方式具备快速、无痛苦、无损伤、低成本四个特点。为此，虽然各国的死刑执行方式各不相同，但通过努力朝这个方向发展。这是1996年1月份。是在哪？我在美国的，我去访问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那个死囚监狱的时候拍的两张照片。这张照片呢，就是执行死刑的电椅。这是一个门，这个门呢是通向另外一个监狱，另外一个小房间。这个房间呢有三个闸刀。当时他们这个州里面雇佣了三个就是喝杂的人呢，随着监狱长的一声令下，三个人一起推闸，但是呢只有一个闸刀的电流是通向这个电椅的，所以在执行了以后呢，谁也不知道究竟呢是谁那么喝上的闸刀通向了电椅。他们这样做的目的的话呢，就是不要使这个执行死刑的人，就刽子手产生心理上的压力。美国死刑执行方式中，这种对刽子手的处理方法，其实是将心理学引导死刑的执行过程。20世纪80年代，医学的进步使美国将注射死亡确立为合法的死刑执行方法之一。然而，在寻求死刑的人大多的进程中，又迈出了一大步。1996年。我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在死刑执行方式的条文中加入了注射死刑。1997年1月1日，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正式颁布实施。1997年3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实施了我国第一例
执行死刑的要务，它是由最高法院统一发放的。啊，你哪个法院去执行的话，你必须到最高法院去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好像是两侦。啊，第一侦呢就是使罪犯麻醉失去知觉，这样他们就敢。第二侦才是毒药。我听说呢，这种做法还比较，比较的人道，或者说没有什么痛苦。据说有的罪犯打了麻醉药以后，很快就睡着了，甚至打鼾，然后再给他打一针，这样的话他就死亡了。西方国家现在废除死刑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死刑可能错判，而且从实践中来看，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他保留死刑都可能发生错杀的问题。像我们也认为死刑在我们这种在实践中很可能会错杀无辜，但是我们是解决办法呢，不是把它废除，而是说通过这个程序公正啊，通过严格的证据啊，通过这个程序上把关呐、啊，通过这些方法来避免，认为能够避免，所以死刑会不会造成错杀呢？它不是废除啊，还是保留死刑，很看重的一个理由。中国自50年代起，由毛泽东提议，制定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死刑缓期执行的方法。它一方面可以减少死刑的数量，另一方面也起到了预防错判错杀作用。进入21世纪，终身死刑的实施再次体现出中国司法制度的日益进步，同时也体现出全社会文明水平的不断提高。刑法的这个从重刑到轻刑，啊，从不人道到人道，它和社会的发展呢、啊，经济的发展，这个社会的需要是密切相关的。就跟马克思讲了，这个法律不过是经济后面的一种，那种派生出来的一种东西。